UFO 组织声称外星人是末日的救世主。法国布加哈什山是个地质奇景，专家说这座山在多年前火山爆发后，山顶倒栽葱变成平顶，但有群人却因为另类的理由觉得它很特别。新时代密宗组织人士认为山里面有外星人。这座山被称为外星人车库，里面停有幽浮。信徒还说今年12月21日世界末日时要搭幽浮逃生。这座山也吸引了其他密宗，其中一宗膜拜兰莎，一个据说屠杀了亚特兰提斯人民的武士。虽然乍听之下很好笑，但其实情况有点危险。当局担心这会像过去的幽浮组织一样演变成集体自杀。不过外星人为什么要救人类啊？他们救我们不会是因为别有所求吗？快来订阅我们的频道！Woohoo!